疫情以来首个实体的公益金百万行星期日选在新落成的将军澳跨湾大桥举行。大桥下个月才正式通车通行，不过参加者这一日就可以率先走上来欣赏沿途的风景。上到来的心情觉得怎样啊？心情啊，兴奋啊，同埋觉得好舒服啊呢度，吓啲天气好啊嘛，吓、啊、觉得即系可以除咗系车行之外咧，又可以单车啦，又可以行人啦，咁就觉得几生命咯呢、這个桥，咁所以上嚟睇下咯。呢一次百万行朝早八点由调景岭起步，参加者先绕经张南隧道出口。再掉头向跨湾大桥进发，上到大桥之后又是另一种景色。个感觉点样啊？好开怀，几好啊！海天一色咁，系咪海天一色？真系海天一色咁样。全长六公里的路程要行完平均需时个半钟。参加者通过大桥来到日出康城的出口之后，再折返回调景岭，在近塘沿街的圆景平台作为终点。